家做伙来看圣经，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十四节。我的细囝，我写这个予恁，是要予恁无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就伫父的面前，咱有保惠师，就是义人耶稣基督。伊为着咱的罪，做挽回的罪，阁毋但为着咱的罪，也是为着通世间。咱若守伊的命令，对安尼就咱。捌伊，人若讲我捌伊，也无守伊的命令，是白贼的人。真理也无踮伫伊，既若守伊的道理的，就上帝会疼伫伊真正有交情。对安尼，咱知咱踮伫伊。人若甲伊讲踮伫伊，就着照伊所行的去行。所听兄弟啊，我无写新的命令予恁，就是恁对起头所有旧的命令。迄、那个旧的命令，就是恁所捌听见的道理。又搁，我写新的命令予恁，这个代志伫伊是真，伫恁也是真，因为黑暗得过，真光已经得照。第九节。人若讲家己踮伫光明，也阮怨恨伊的兄弟，就伊到今是踮伫黑暗。人若疼伊的兄弟，伊是徛起伫光，也伫伊无跋倒的因由。独独人若怨恨伊的兄弟，伊是踮伫暗，搁行伫暗，也毋知所去的。因为这个暗，予伊的目睭清明。细囝，我写批予恁，因为恁的罪为着伊的名已经赦免。老大，我写予恁，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写予恁，因为恁已经较赢迄个歹的。细囝，我捌写予恁。因为恁捌爸，老大，我捌写予恁，因为恁捌迄个对起头就有的。少年人啊，我捌写予恁，因为恁勇敢，也想上帝的道理点伫恁，也恁已经较赢迄个歹的。以上。这礼拜开始，咱有两个月，伫这个暑假的期间，咱要来看这个约翰的批。约翰的批就是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嘛吼。那咱要差不多两个月时间，从这个册咱看了。啊，咱刚才约翰是咩人？这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吼。啊，约翰呢所写的这个批信呢，其实保罗写的同款，有一个系统的哦。咱知影即个四本福音书嘛吼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咱在读个时阵注意到讲，约翰有甲其他三本无啥共款吼。其他三本的福音书呢，所讲的拢是对耶稣所做的事吼，啊一件一件安尼照即个年代安尼讲法，也是照次序。但是约翰无啥共的吼，约翰的福音书是那会啥无共呢？咱来去慢慢去了解，讲哦，原来约翰是年代较尾个时阵所写个，哦，啊，伊呢是较后壁个时阵才写即个进前个福音，所以伊伫写个时阵呢，伊毋是讲想要讲，讲咱要传福音，互人介绍耶稣，毋是讲安尼个尔。实际上，约翰伫写个时阵是一个较系统性个，亲像伫写神学共款，所以呢。保罗有一个真系统的一个心学，所以咱看保罗所写的批罗马书、加拉太书，迄是咧讲到救恩，敢毋是？以弗所、腓立比、
哥罗西，这些讲什么？讲到基督的生活。另外，保罗佫写《提摩太前后书》，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是讲什么？讲到这个教会的一个教义。然后，保罗佫写到这个末世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约翰嘛是同款的。所以约翰不是刚要写一个约翰福音书啊，尔呢？约翰写约翰福音书了，伊写这三本的这个批，另外咱嘛知影启示录是上下，是不是吼？所以呢，约翰伊咧写这个，伊要教示在门徒，教示在信徒的时阵，伊是用足系统的一个观念来开始甲大家分享。所以写的批信呢，甲其他的是啥无共？哦，啊，不过有一个一连贯的一个共同的共通性在遮，哦，所以所讲的话，你有法度去约翰的福音书去看到一挂话，同款的话出现伫这个约翰的这个批内面哦。譬如讲，咱来先读到读到咱刘明甲咱读的是第二章对无吼？咱来看第一章吼。而且第一章，伊是讲上帝就是光，是不是吼？咱看这第五节，讲我对伊所讲的话来传予恁的，就是讲上帝是光，哦，第一全然无黑暗，哦。而且这个光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当伊咧讲一个人耶稣基督，还是讲一个道理，咱都无多了解。哦，你这个人是甚款的人？你讲的话是甚款的话，但是讲的是一个光的，一个大自然的光来描写这个信息，来描写这位救主，这是真特别的。我昨参加一个婚礼，主持一个婚礼，还个真水的一个所在，一个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啊，这个婚礼，而且徛，而且遮水的一个环境中间，啊，怎啊，迄个黄昏的时阵已经更加水嘛。咱西雅图傍晚的时阵，黄昏足水吼，但是咱囡仔来到深的时阵，要等到天暗，阁真困难嘞。吼、哦，有影个，敢毋是安尼吼？吼、哦，咱普通时期去寒天的时阵，我那一时啊就天落暗个，敢毋是？但是即摆七月哦，要等到天要暗，阁真困难嘞。吼、哦，等，哦，落到应该九点啊，天哦还阁光光光，啊是当时在。日头在落山啊，然后，今日到十点啊，天才开始暗。啊，所以伫大自然中间，看咱徛伫啥物所在，即、這个光你的体验嘛无啥同。有时讲咱讲哦，咱人生中间，即、這个黑暗的时间较长，哦，日头光的时间较少。但是有时存在伫即个纬度比较高的西雅图，哦啊，咱伫即个。啊，热天人的时阵，哦，这日光日头光照的时间就足长啊，敢不是？哦，所以呢，对这个光，伊要甲咱讲的是，互咱有一个对大自然的体会，来去了解这位上帝。哦，我先带咱大家甲第一章这十节读一遍，好不好？然后咱来去比拼，伫约翰福音书内面伊所讲的话，伊就发到了解伊要甲咱讲的信息。诶，出发点是甚物？咱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伊讲论到外面的道，对起头所有的，阮所听见，亲目所看见，所观看，也阮的手所摸到的，这个外面捌出现，我有看见，来做见证。啊，报恁知，迄、那个永活的外面，就是本日爸之地，也出现伫阮的。阮就所看见的、所听见的，报恁知，要互恁甲阮交陪，甲阮所交陪，就是甲爸、甲你主耶稣基督。阮写这个是要互阮的欢喜充满。第五节，阮对伊所讲的话来传予恁的，就是讲上帝是光，第一全然无暗。咱若讲有诶。咱若讲有甲伊交陪，也惊伫黑暗，就是讲白贼，无惊真实。独独咱若惊伫光明，亲像伊踮伫光明，就咱
三角交陪，也以一件耶稣的血来洗除咱隆重的罪。咱若讲无罪，就是骗自己，真理也无点伫咱。咱若认咱的罪，伊是真实公义，便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隆重的不义。咱若讲毋捌犯罪，就是互伊讲做白贼的，伊的道就无点伫咱遮。伊讲讲光明甲黑暗，伊讲了啥物罪？所以，而且咱看来见讲，伊用这个黑暗来代表啥物？代表咱的罪。啊，光明代表啥物？代表是甲上帝同在。所以讲，上帝是光。啊，咱话讲，咱甲上帝伫光中间交陪，中文叫做与神相交吼。咱、哦、甲上帝相交陪，咱就应该行伫光明中间啦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信上帝，我甲上帝三行三交陪，但是我搁踮伫黑暗中间，我搁犯罪，安尼咱就是无真正甲伊交陪。但是反倒转来讲，哦，咱每一个人啦，拢伫黑暗中间。啊，伊怎讲我无伫黑暗中间，我无犯罪。伊讲安那，咱是讲白贼的，咱讲咱基督主讲你是讲白贼。因为主甲咱讲，伊是光，伊照这个世界是黑暗的，所以咱怎啊徛起这个世界，咱是黑暗的。咱若讲咱无黑暗，啊，讲咱搁跟上帝相交陪，咱就等于是在说上帝你是公平的。哎，这款的观念吼，一开始听到的时候，小可无得接受。你若讲我无好，譬如讲咱甲人传福音，拢讲吼信耶稣偌好个，敢毋是？吼、哦。哎，信耶稣了后，上帝甲你同在，上帝祝福你。咱是拢往这个出发点，讲这是好的福利。无人爱讲哦，你一定爱信耶稣，吼、哦，讲你是犯罪的。啊，即款有人敢讲你共指责别人，敢毋是吼、哦？啊，所以约翰福音啊、徒音啊才凶啦。伊毋是讲哦，你是有这个耶稣是咱的好处，你来去接受耶稣对你的祝福。好多倒来讲，咱是啥物？讲伊是伫黑暗中间的。哦，约翰一书的第一章、第二章吼，才实际上我通过两礼拜要甲大家分享讲，这个光咧代表的呢有四个意思。今日我甲大家先分享头两个意思。第一意思就是第一章咧讲的讲，这个上帝是一个光，伊要照光咱一个啥物罪呢？就是咱唔知影家己犯罪的罪。咱徛起伫黑暗中间，却毋知讲咱是有罪，哦，照亮不知罪的黑暗。第二光的一个作用呢，就是伫第二章，咱要甲咱分享讲，要照光咱，无惊伫上帝的道理，不行到迄款的黑暗。当约翰咧讲这话的时阵，伊是心中想什么呢？想到伊当初写的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。咱三卦来现头前约翰福音书来看第一章吼，咱来比拼一下，你就好多真清楚了解，这个光就是耶稣。咱来看这个约翰第一章的第五章。当约翰在介绍耶稣的时阵，多情肉体的主耶稣，伊第五章安怎讲？光照伫黑暗，黑暗无接纳伊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光就是主耶稣，这个光来到世间传福音，就亲像光来照这个世界的黑暗。然后咱来看这十一章甲十二章。伊讲，伊来到家己的所在，也家己的人唔接纳伊。既然接纳伊的，就是信伊的名的人，伊就享受因有权，成做上帝的子儿。第二讲是啥物？讲伊来到这个世界是啥物人的所在？是伊家己的呢？伊耶稣为天顶来到世间，唔是来一个人兜来去拜访哦。这是伊的厝，伊创造的世界。啊，想到伊创造的世界，即嘛是黑暗的。来继续来看一段圣经节，伫这个
第三章的二十章到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的二十。既然最歹的就怨远光，也无要求近光，行了伊所行的受责备。二十一章讲，独独行真理的人就近光，来显明伊所行的。是伊是伫上帝来行的，所以只有三个点吼，就是要约翰福音一开始讲的这个光，甲伊要讲的耶稣，甲约翰这个批信，约翰一书所讲的这个光是个人做会。伊所讲我要信福音，我要信耶稣，伊信约翰福音所讲的这个光，就是咱的主耶稣。这个光，伫约翰这个批是要讲什么？你信主了，你要安怎伫这个世间来行大，要挖出来，嘛是同款，爱去靠这个光。伊讲吼，咱今日传福音吼，爱传的就是传这个光，但是伊传的出发点是讲什么？咱有这个需要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，因为咱拢徛伫黑暗中间。上帝亲像来到家己的厝，结果这个厝无好入去，伊拍门。这个门无要开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来到这个，多多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，这么讲啊，讲咱讲咱无去黑暗中间，咱是讲说是讲白贼，听到？我希望不是因为我讲话比较大声，我感觉今天这个麦克刚好开细声些，所以我讲话你有听到了哦 ，OK。那一个例，通举一个例啦，就是讲吼，伊讲咱今仔个黑暗中间，啊，咱唔知影家己是黑暗，这个罪爱心灵啦。咱去按传福音的时吼，咱拢刚才有时啊，高声哩信主啊，拜托你紧信主啊，足欢喜信主啊，足唔忙哩信主啊，吼。咱是安尼真安尼真即块真真心诚意的邀请吼，但是咱嘛有讲，哎，你一定要信主哦。你若无信主，你会死哦，你会受刑罚哦。即款个话讲起来就无啥好听啦，敢毋是吼？但是，伊所代表个黑暗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死亡，就是一个罪嘛，敢毋是？吼，耶稣基督来讲，伊要拯救咱信伊个人就做伊囝儿，无信个人就安怎？因为伊所行个会受责备嘛，敢毋是安尼讲？咱人吼，亲像咱个。心中有听说心脏四个 chamber 噶不是吼，四个心房嘛吼。咱人个内心吼，亲像某一个属灵的一个空间安尼吼。咱信主了后阵，咱伫约翰福音书听到这个上帝是光，哦，我足需要的，哦，我今日即马食头路有困难，我婚姻有困难，啊，恁甲我介绍这个耶稣基督，真好，我愿意相信。但耶稣的进邀请入来咱心中，咱就做伊的囝儿啊，敢毋是？但是呢，约翰要甲咱讲的是啥物？是有天道的差别呢？约翰福音甲约翰批信的差别。比如讲，咱邀请耶稣来到咱的厝，但是咱毋是邀请伊入去咱的房间哦，咱是邀请耶稣来到咱客厅尔。哦，伫客厅坐，耶稣你来，我需要你。但是呢？我厝吼足垃圾的，唔敢请你去内面看啦。有时咱人客人安尼，敢毋是？我爱摒扫一下，敢毋是？所以耶稣去客厅坐就好啊啦。你做人客啦，做客厅坐啦。啊，饭厅嘛唔好去呢，饭厅我今日嘛无精力呢。哦，我的卧室佫较袂使来啊，敢毋是？所以耶稣虽然做咱的主吼，但是因为咱内心的黑暗吼，啊无好完全的拍开，所以吼有一块所在主你会使来啦。其他的吼，哎呀，等我较年老去对付遐个罪吼，对付较清气，主你再来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心中里面这个四个心房吼，始终是咱拢是啥物，刚开放一个房间给上帝而已。所以约翰福音讲，我有信这个光，但是来到约翰的批的时阵，讲的说，你敢有真正将你家己讲，和耶稣来带给咱心中。耶稣讲：“这是我的厝呢，我入去内面领导以后，我要去客厅，入去客厅，我去饭厅，入去饭厅，是不是？我要去你的房间，入去房间，这是我的所在呢。
但是咱家耶稣讲，唔是，你这个光所照的呢，啊，这个所在才会使。其他一挂所在呐，我无愿意互你照。圣经头来咱读的圣经讲，啥物咱无愿意互这个光照呢？因为咱惊咱所行的歹会受责备啊，是不是？真济无显现出来。隐而未显的罪，来检查咱人生中，敢无一寡代志，唔敢甲别人讲，是不是？咱咧家己的生活中间，某一寡是未见着光的，无法度甲别人讲，家己知影。啊，你想讲上帝敢会唔知？就是讲这是我的所在，这是我的地方咧。上帝创造咱，伊敢会了解咱所拄着？咱今日在做啥物？上帝敢会唔知？你是甲避而不见啊，尔？你是甲门无要开啊，尔？所以伊讲哦，你无邀请耶稣这个光入去咱的心中。这个光有一个特点是啥物？光照着的所在绝对无黑暗，是不是？啊，反正光照会着的时阵啥，就黑暗，敢不是？光甲黑暗是不能共存。有上帝就无罪的存在，有罪的存在就无法度有上帝。所以今日咱讲，我拢好势，我好势，好势。啊，我就是啥物，我拢无话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怎无话？上帝要来这所在从啥物？啊，上帝讲，我就是这个世界根，世界是无话的。上帝已经跟咱讲，这个世界是无话的。其约翰福音甲讲，咱人是有罪的。你若讲你无罪，就是讲白贼。不但是家己讲白贼，你嘛讲这个上帝，你讲的是白贼。因为上帝伊讲这个世界是黑暗，但是我心中拢无黑暗。安尼是甚物人唔对？就是上帝唔对啊，敢毋是？所以你讲我要信耶稣，要成做伊的门徒，你信这约翰福音书。去信约翰福音书，这个约翰甲咱讲，这个听的上帝，这个真爱真爱听咱的上帝。但是伊这个听咱的上帝甲咱讲，咱不但是来接受伊，嘛爱将咱的生命给光照出来。所以讲，这个唔知家己这个罪哦，这是一个黑暗。咱想讲咱好势，这就是黑暗。想讲咱无需要去对付咱的罪，这就是黑暗。啥咱就唔知呢？我读这个福音故事啊，面有一个故事足趣味的。伊讲吼，讲一个人甲牧师讲，你若一直讲我有罪，我有罪，我有罪，就有这个约翰讲，啥一直讲我是去黑暗中间，我是无好的。啊，我就感觉我家己无罪，你来讲我有罪，啊，我有啥物罪？我一生也是尽心尽力做人啊，尽我可能的去做啊，啥你都讲我是有罪，你几多搞那才奇怪。啊，我也无犯罪，甚至嘛无交通罚单。啊，你讲我有罪，你是安尼讲这款的话？啊，这牧师家回答用一个例讲哦，我问你哦，做啊一个尸体死伫遐哦，啊，你甲400斤的重放伊的身躯顶，伊有感觉无？都无感觉啊！啊，想啊，真个无感觉，因为迄是啥物？迄毋是一个活人，迄是个尸体啊，敢毋是？死人。你放较重的物件伫伊这身躯顶，伊嘛无感觉。所以咱今日无感觉家己有罪，是为咱活着，亲像一个活的死人。伊人性中间，对人性来讲，咱是死的。所以咱对这个罪则无敏感。所以咱无法度去感受讲咱是有罪的。但是一撮对上帝真开放、真敏感的人的时阵，动不动就感觉自己犯罪，动不动就感觉自己是无够爷，无够爷，我有欠缺，我做不够。所以，唔是这个罪有存在无存在，是咱这个人是活是死。当上帝讲这个世界是活的，咱每一个人拢犯罪的时阵，唔是讲伊唔是讲白菜，是咱这个人是死的，咱无得感受。啊，无得感受到是，不但家己无得感受到，嘛会唔别人嘛去感受到。上好，大家人拢去黑暗中间，我活得较自在。然后，伊嘛讲一个话，讲大吃大算。
咱大家爱吃大蒜嘛，我就爱吃大蒜的。啊，我头摆怎啊食水饺的时阵，一粒水饺的一粒大蒜安尼，然后那个家乐团去人，我靠，我爱来吃吼。啊，所以食，但摆吃一盘水饺，大蒜已经十几二十颗的嘴巴里，啊，臭到要死的，敢不是？啊，臭到要死，我袂臭。啊，无虽然讲你家己无闻到，你食大蒜的臭干，大家人。卡你个伊无闻到啊！伊讲伊袂臭，哦。啊，一个人讲啊，有一个人就开一个建议讲，伊明仔去这个食大蒜的人面前，无感觉个足臭的时阵，一个解救方法是啥物？你知唔知？你想看卖啥物？家己嘛食嘛吼，对啊，你食我嘛甲你食，你食大蒜我嘛甲你食大蒜，食了以后我嘛是感觉袂臭，因为咱大家拢安那做伙臭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今日我无犯罪啊，啊上帝甲咱讲咱犯罪啊，所以这是爱先成立吼。上帝甲我咱大家人食大蒜啦，是咪？你无批着啥嘛？就是你嘛去乌啊，啊你嘛臭，你嘛去乌啊，啊你嘛臭，啊你去乌啊，你嘛臭。哎，有时哎，多多信主离开这个草料呢，想讲哇，信主了，讲不是讲讲耶稣你是我的救主安尼的名，叫我来做奉献，叫我来做服侍，叫我做偌济偌济偌济，爱听主，爱听人，哦，爱饶下人，再济上条我不爱做，我不爱做啊。啊，无做遮是不是犯罪？是啊，啊你无做遮犯罪，啊想讲哦做未来，啊大家都卖走了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拢卖做的是咩？啊，咱拢免做啊！啊，大家拢无做，哎，我们都很 OK 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所以就是讲，唔知影家己的罪，唔知影家己的罪，这是恶啊。所以其实，咱在道德来看，约翰第一书吼，约翰第一书的这个，加工吼，感谢主，这第九章讲吼，咱呐认咱的罪，伊就是真实公义的。要赦免咱的罪，洗除咱隆重的不义，这句话足宝贵呢。伊讲只要认罪，一切就 OK 啊。所以咱知影咱有罪了，唔知哦，我有罪哦，我足沉重的，我的罪罪无可赦，唔是，因为上帝已经替咱赢过啊。咱只要认罪，咱就会得到赦免，隆重的一切不义哦。但是反倒转来，咱讲咱嘛无要认罪，你才知。咱若讲咱唔捌犯罪，咱就是予伊工作白差的。所以，这个解决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承认甲认罪。心里那是哇中间，心里那需要主，心里那需要上帝的赦免。所以，刚才姊妹，这第一点是甚物？甲咱讲讲。约翰甲讲，上帝就是光，伊要照光，迄个伫黑暗中间的人，即第一个黑暗就是安怎？咱爱认咱是罪人，不但是咱信主的时阵是罪人，得到主的赦免，咱信主了后，咱嘛常常时啊，搁咧犯罪，敢毋是？咱常常时啊，搁两只犯罪，咱来承认咱的罪，不停的认罪，有一个人破病遐悬。这是故事啦，我唔知影是真诶假。伊讲迄人捐到阮高雄一个公园，高雄在哪里？迄人捐到200多安尼，哦，啊，逐种方法无法度来降伊诶血啊。有一摆一个兄弟讲，你着爱认罪啦。我讲我认罪，啊认罪有效哦。伊讲有时吼，咱人性诶罪，互咱肉体诶罪，所以着去认罪。想袂到这个兄弟。讲安一礼拜无看诶，讲我开始遐个降到煞真低落去。我说你是做啥物代志？奈规身躯遮拢无改变。伊讲我着照你讲去认罪啊。我你是安怎认？伊讲我话过去34年诶罪拢认啦。哇，每一件做毋着诶小事拢认罪。哇，这人怎啊认罪认啊遮彻底吼？无怪伊遐个遮降落来。这我毋知是真诶假诶吼。但是甲咱讲啥物，就讲。咱唔免惊讲咱犯罪，也是讲咱软弱，你只要认就好啊。甚至啥物，伊一秒钟犯罪，后一秒钟就认罪。哎，我这唔是咧讲白菜，啊，上帝奈这么便宜啊？上帝奈这凊彩，我即时犯罪，我马上搁认罪悔改，啊，上帝搁赦免我。哎，姊妹，
这个是宝贝的救恩啊！上帝而且讲哈，伊是信实的，咱只要认罪，上帝就要洗除咱隆重的不义。啊，咱唔去认罪，我咧要甲上帝去安三千讲，我无啦，伊心里有就好啊，心里有，搁认罪啊，就解决了，敢毋是？哦，这是第一点，咱唔通。是即块咧，唔知影做往中间。那个第二点咧，讲即个无要行道吼。他拄啊，刘明甲咱谈个只只讲吼，讲个内面讲一个新的命令，敢毋是？就是咱来听兄弟是嘛？伊约翰吼，用即个听兄弟即个做一个例，甲咱讲，咱怎啊讲？咱信主啊，咱是上帝的门徒，但是咱确实无爱去听咱的兄弟的顺。这真简单，听兄弟姊妹即块的顺呢？咱有听见上帝教示，但是咱无去做，这个啥啦？无行这个道理，无尊太上帝，不行出这个道，这嘛是乌啊！然后咱信耶稣，我信主，我另外家己的罪，吼、哦，我上帝去跟我的个人的关系，但是我跟别人呢拢凊彩，哦，我信是信，有头的信，但脚无行出去，这款的意思，哦。所以讲，你怎安尼无安尼行的时阵呢？咱嘛是去黑暗中间，上帝这个光嘛是要照光咱。我记当初我记过去两摆讲这句这段圣经在的时阵呢，有甲兄弟姊妹讲一个挑战。咱上帝咱讲咱就爱守主日，敢毋是？爱做礼拜，敢毋是？吼！啊，你知影过去两个兄弟姊妹年纪较轻哦，伊拢爱看 football 哦。啊，咱个生啊，大个四下做啊，拍球的时阵哦，我迄有时就有看一挂人有看，一挂无看的哦，轮流来做礼拜哦。啊，上好是迄个教会礼拜时间，甲拍 football 时间，卖同款。啊，有时有拄着啊，尤其过去长迄阵时期下晡做礼拜，是不是吼、哦？啊，我是拍球的时阵下晡，咱有听到主的道理甲讲，你要守主日啊，袂使停止主会，你来做礼拜。啊，即马要拍球啊，变喏！你知影穆迪吼，穆迪有一摆去讲道的时阵啊，伊咧报道的时阵，一个姊妹就甲即个穆迪讲哦，你讲的道理足好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无平安。伊讲是甚物无平安？伊家讲吼，我迄阵时吼，对少年时开始，啊，伊到我嫁翁吼，我拢爱足爱去这个听戏看戏啦。迄阵的戏，我唔知甚物款的戏，刚才是主要是惊的是看电影或者音乐会这块的，因为我就爱看这個，但是这是不是无讨上帝欢喜？我亲像安尼爱看这个戏吼，赢过来参加礼拜呢，哦，伊来甲穆迪讲哦，穆迪讲嘿，哎，我请问你。你伫即几日、即几工听我讲道理，我敢有捌伫道理中间讲听天使是犯罪的？伊讲无啊！啊，小阿，你家己心内敢无平安？哎，讲我请问你，你即马读的圣经，你所认捌的圣经，你甲我讲圣经内面有倒一位讲看戏、听戏是犯罪是无好的？伊讲无啊，同款啊！我准备问下你姊妹讲。倒一摆有无事？讲你去看 football 是犯罪的，无嘛？对不是？圣经内面讲，我都会讲，你别再去替 C 哈加油的，无嘛？对不是？但圣经有讲什么？讲你爱守主日啊！啊，怎啊？拄到这些冲突的时候，你变安怎？啊，这个经文就是安尼。你讲有时吼，迄、那个看戏吼，迄个表演的时间，拄到跟礼拜时间是同款。啊，毋是甲咱囝仔同款，我们要去看 football， 但是 football 的时间就是咱做礼拜的时阵，安怎弄？啊，所以怎照伊的意爱去看这个看这个戏的时，伊就刚刚讲伊就犯罪，无守着主日。穆迪甲讲一句话，我感觉足好。穆迪讲，这吼，咱毋是律法主义，毋是律法，讲你着安尼，嘛毋是讲一礼拜无做礼拜，你就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。每一项罪拢会得到赦免，但是上好是甚物？穆迪讲，我甲你祈祷有一天，上帝充满你的心，像这个光照这黑暗同款，
充满你的心了，你就无迄个需要去看这个戏。你平常时要去看戏，还是可以去看戏。你姊妹讲哦，安尼吼，了后这姊妹家己做见证，伊讲吼，有一摆伊就甲伊先生去看戏，但是真奇怪，等于讲无感恩的安尼，谈过祈祷过了后，伊搁入去去戏院，搁坐入去戏院要看戏的时阵，当初每一摆看到这个戏时阵，实在足激动的。哦，好棒好棒！但是其他人咧感觉无什么感觉，较无味啊，较无味啊呢。那第二摆去过，愈来愈无味。了后伊个先生讲嘛，我摆来看，无什么意思。以前认为很有兴趣的东西，即马阿妈煞无兴趣。阿你姊妹啊，咱做有真正即款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，像保罗讲的，我以前把这个世界都保庇，但即马为着耶稣基督，我就是把这些什么都看为是不重要的事情。不是强迫咱去改变，是因为上帝充满咱了，咱家己主动就改变。心中怎所想的，拢是上帝的国度，拢是上帝的心意的顺。自然而然呢，这些代志就无要紧了。所以你要看 football， 去看了要紧。虽然老公伊袂使看，但是。伊依赖去甲上帝敬拜的时阵，伊无愿意失去任何一摆来去拜堂甲上帝敬拜。即款的强的意念，会强过讲我去看福报的意念。所以到时我就我唔免无事甲伊提醒，我明仔载要做礼拜哦，唔免啊，因为你一直爱干呐，把握每一个时间甲上帝来亲近，这就是光啊。因为光所照的所在就无黑啊。光一到，就黑暗的存在，黑暗伫咧光就袂离啊。所以唔是讲你今仔要靠你家己去行这个行为，乃是就乎上帝光来照你吧。所以咱行道理无行出嘛是同款，不行道，我都遵探上帝的命令。譬如讲，约翰在讲的，无听兄弟的心，你无得听兄弟的心，就是因为你感受上帝听伤少啦。怎啊？咱感受上帝听济，咱听上帝的心也是济顺，就无迄个无听上帝你块黑暗的存在可能性。你讲你无听兄弟，你不爱听兄弟，你不爱下面兄弟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去上帝面前认罪无够，你去上帝面前仰受上帝下面无够。你怎啊？常常去上帝面前求下面，像头下讲迄个故事。一个人在34年来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代志拢认罪的时，伊感受上帝这样做的下面，看到别人每一个人拢是好人，看到别人每一个人拢是足够罪的人，每一个人拢比伊较好的人，伊才会去批评人，伊才会去无委婉意言描写人、责打别人，因为每一个人拢比你较好。所以就是你家己无好光入来阮的生命中间，唔通去怪圣经写的。是咱家己拒绝这个光，所以而且约翰吼所讲的，就是从约翰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光，应用到咱今日日常生活中间。第一，就是咱家己爱上帝，爱常常认罪，唔通一直活在黑暗中间。第二，咱来活出这个道理来，佮剩下去两个光的特点吼。那后礼拜再跟大家做一分享，哦，咱先阿头来祈祷。特别上台，我感谢你，你真会听话。你创造我的生命，我享受这个世界，这个、世界是你创造的。但是因为我的罪，这个、世界是个黑暗中间，你无放下我，你放下你家己的生命来到我中间。伊下面我在做，何况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你帮助我，毋是从这个愿望添伊一个救恩，乃是何况通过这个救恩，加做我的生命，何况我都甲主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，和主你的恩典，伫我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完全无保留，来求主你帮助我，何况甲人的气节中间有行出你的道理来，上帝你帮助我，何况我都。爱主较济，也过爱这个世界，让我来明白，
这个世界，咱是去黑暗中间，我着爱甲这个世界有分别。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不是靠我的气力，但是靠你听的光，一步一步引导我，带去你的光中间。无愿意搁离开，就无黑暗甲阮中间。多谢你，安尼来一生为陪伴这个完全的救恩，拯救到底，转去阮的中间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，最后所有命的救恩。